为了关怀社区内底独居时段，秀水马行社区21号由社区志工带领着小朋友做伙到时段厝内进行慰问，除了关心时段，嘛让小朋友学习品德教育，了解如何来关怀年长者。一透早，社区志工就带着伴手礼到长辈厝内进行关怀，为了关心社区内底独居的长辈。并且让囡仔知影安怎关怀年长者，马行社区是特别办理这个关怀活动。近三年来哦，为了这个土语言的牵线哦，啊来照顾咱马行社区哦，啊所有的在弱势家庭的啊来今年呢一个特别呢啊办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大手牵小手呢，带着我们社区的这些小朋友呢来学习一些品德教养，让他们学习如何照顾长者，哎顺便呢利用这个机会呢来慰问。好，我们社区的这些独居的长者，对于这个活动，议员涂淑妹嘛相当肯定。发挥这个小爱的精神，来我们马新社区来关怀我们的弱势老人，让在咱在时段哈有一个好过年。社区希望透过这个活动，除了关心长辈以外，嘛让小朋友学习品德教育，更知影安怎来关怀年长者。新中华新闻蔡良清秀水采访报道。